您爸爸要让你苏新书回来认做归宗，你竟然连开嘴反对都无，你哪这么好讲话啦？啊，说来嘞，绝对把安插入去公司啦，你要信无？一点警觉心都无。我刚有说弄个理由较宽点，亲子鉴定结果嘛已经拢出来啊。您无得现场看到爸的表情，爸会敢来敢找阮要命？卖讲认做归宗，就算讲爸要甲全世界拢给伊，我会当讲啥？还是你希望我变爸做一个选择，甲恁老一个后生？啊，我呢做敢有道理？啊，人做甲要好啊，而且你挂掉啊，想要安尼当嘛无道理。人做有这款命，啊，讲安那抗议有啥物路用？啊，规日较早接受的，无可能啦，绝对无可能接受的啦。你是我唯一后生呢，妈妈当然要替你不平啊。啊，无嘞，你现在是认为讲我是在利用你，你这个家你尽管得行？妈，家凤。妈妈是为着你好啦，你敢知影？自从张明妈知影这个消息了后，伊就食袂落嘛，困袂起安尼。所以哦，你对妈的口气，妈爱较好诶。妈，你莫误会我的意思啊，我唔是伫怪你啊。是的啊，你莫激动，莫生气，好不好？妈，家峰无出声反对，无表示讲伊就认同啊。爸的个性你上了解，伊答应决定的代志，其他的人是袂用表达意见的。这我当然嘛知，我就袂堪去啊。照黄金照的讲法，听起来迄个陈文瑶对认做鬼宗的代志，敢那嘛无反对。所以咱只有好好观察伊，了解伊的个性，再过来安生后一步，好不好？你上好是莫离咱相信有诶无诶啦。啊，若无我保证，我绝对害你落教，连一分钟嘛带袂落。妈，啊外口遐鞋仔啥诶？啊，着先生看电话，请人来装潢房间，讲要互伊伫少爷。阿兄可真美哦，人遐离太高，就赶紧恁妹倒来装潢。装潢倒一间啊？是太太你准备要予大少爷领来包包的迄间。是上水顶那迄间的啊？想够巧个。妈，妈你坐下。紧坐。我个行李摕入来。竟然把我物件当作粪扫，给我弹出来！是啥物人准你来请我孙仔的房间啊？啊！你有经过我的同意？歹势啊，夫人，我是透早接到罗董的电话，这图嘛是经过伊的同意，阮才会动工的，是毋当请你卡一个电话啊？你妈，出去！出去！妈，歹势啦，可能有淡薄仔误会。妈，你先停工啊！啊，阮厝内人参详了，看安怎才甲你通知，安尼敢会用的？要唔过劳动有限定员工的期限，我是烦恼安尼去予耽误着。我叫你找你是无听的吼，你是嘛搁加讲一句，劳改开始以后你安免食嘛？瑶，讲得咱清好吼，即嘛是安那？即嘛咱这个家是伊在烦恼吗？啊？我老夫咪，敢要是你的某，你目睭内敢要有我？夫咪，下当找着吼，是三遐尼侪年的好事。我的心情真正足复杂的，所以我唔是办项代志都会当顾较到，这是我的问题。不过你用够放心吗？我嘛相信讲，你一定哦会当体谅我啊。所以我甲文瑶讲，咱全家伙啊拢会欢迎伊回来，你嘛同款啊，对不？你有讲唔对个？啊？你叫我欢迎一个苏新书，等下我辛苦经营的家。你是我的囝。你嘛知啊，失去伊个这样的几十年，我心内有偌痛苦。我真毋是要求讲你着爱甲我同款爱伊，我敢若希望讲你会当接受伊，予伊会当转来我个身躯边，
可以感受一下伊从来毋捌感受过的家庭温暖，好，我有机会当弥补伊。啊，这个要求敢有真超过啊？当然嘛，超过。你讲你这开天梯，你真歹过。啊，我嘞，啊，我感觉过甲真舒适，真爽心。你困在我的身躯边，你的心早都不知飞往倒位去啊！我恐怕过啊，十年来超烧啊！我的红色话心哦，我都抓袂住。我心是啥物款的心情？你敢有法度体会？喜欢喜喜欢的，我即摆在跟你讲囡仔的代志，你莫牵拖去别里啊啦！好，那咱即摆就来讲个清楚嘛，啊？我听讲，你伫泰国的时阵，你伫病院顾你迄个苏金珠，安尼顾到吼无眠无日，连一脚步你都无离开。想怎？看到伊就是对因老母烧火连盆，阿妈怎唔甘的呢？吼！你是咧讲啥啦？妈，我讲讲了唔对，我唔免面家，我唔免面阿姐啦。你绝对唔知阿哪讲道的，一定讲我这个人假啊，长招啊多，对不？因为我无接受因母阿囝，所以害恁一口罩吼，安尼生离死别，好啊。既然我这么啊恶毒，安尼我就派人做到底啦。你先妈要叫伊转来罗岗。我会当甲你讲，无可能！你敢袂当较理智的？你袂甲我激气好无？你这做无理智的代志，即摆是安怎？囡仔拄找着，你就跳过我，你直接靠阿兄啊？讲啥物？咱留起来，连少爷要转来，你即摆是甲我当作是空气？我即摆连这关键我都不如。我靠，电话转来就阿兄接的，我当然直接甲欢呼嘛。好，哪里孕婴房呢？啊？还是我跟靖宇，我两个为着未来的金孙，我去报地呢。迄拢是我设计呢，结果呢？你要改，你要听，你有问过我无？你即摆为着一间房间在跟我计较哦，啊？啊，整个巴肚根本就还无消息嘛，对不？啊，空气也嘛是空气啊，对不？是安怎袂当我野心大？妈，其实爸讲你嘛无唔对，哎，育婴房哦。过去，等我真正有心，再来传嘛是会付啦。我爱是一个纯纯一个互相，我唔相信伊听无。房间才坐间，啊，都一定要安排伫我的隔壁，让我大家起身看下伊，我心肝都惊。我的红色心，去让因老母抢去，啊，即马人去让伊后生控制，你即马佫叫我同意，等下咱再占地盘，即马想要啥啦？我跟你讲啦，你叫伊困我困要做梦啦！老母咪啊，你真正是无理取闹哦！凊彩啦，反正我已经拖了30几年啦，我只要把这通报来，我就想要通过就对啊！我跟你讲，伊父我囝无要有好日子过，我嘛袂让伊开我。妈，我以后是抱有血缘关系的后生，是老家的子孙，伊本来就应该另做归宗，回去到伊原本的家庭。就算当年爸甲伊妈做唔对，啊，不过文瑶是无辜的，伊嘛伫咧外口吃苦这么侪年啊，爸想要甲伊接倒来住，嘛是合情合理的代志。罗安杰，你不是以后想买代志想公正，想了解妈妈的痛苦是啥？你是不是应该徛妈妈徛做伙替我抱不平？你是嘛来替咧苏新珠咧讲话？啊！当年伊受到打击的时阵，虽然我够细汉，啊，不过我拢知影你是为着要照顾我，才委屈你家己。即摆我拢大汉啦，你若是无想要搁吞忍落去，我绝对会跳出来支持你，因为我希望你会当嘛你欢喜自在，无需要搁牺牲啊。妈，我甲恁姐同款想法啦。可是讲你也无法度接受爸爸把阮幺接倒转来，我会当带你甲安杰佮静玉做伊外口住，我会当照顾你，也会当做你的外靠，因为我也唔敢佮看到你受着任何委屈。你即摆是咧讲啥啦？哈？啥物搬出去？啊！你妈妈在闹，你也闹惨落。我袂搬出去，我是钱财拼换。我面前的是娶你来老家的新妇，我陪你打拼，我替你生三个囡仔，我替你还这个家，你千万别叫我将一切拢白白送，我跟你讲不可能，我唔甘愿。我跟你讲，
即摆人清明大好要入来，你一定要徛在妈妈这边，要听妈妈，知影无？阿公，你弟拢是上大心的媳妇，你弟袂跟我讲心，那做伙来对抗迄个破坏咱家庭和谐的人。妈，你弟弟不是温柔，是你家己心无？我要同你放过你家己好无？妈，你先坐咧冷静些，我会替你倒地啦。连每一个人拢要叫我认亲，哈？你拢无去想刘有功，我今晚就答应你吧。你敢知影咱罗家就会地动啊？我知影妈，你是为着要维护家风的权利，也不过爸今晚太多打仗的，咱无同意，敢袂用的。所以咱才爱讲心，你拖无一个人听我，尤其是安琪，你实在我最伤心的。我要来问伊，伊到底是咧想啥？妈，妈，对我姐，妈，你莫阁怪爸，伊嘛就做姐。啊，无怪伊是要怪谁啦？自从迄个查某甲因囝发生车祸了后，恁老爸都袂输敢那气笑的，一日到暗四个都咧找迄个苏清楚的迄路。伊敢捌看过？看恁三个兄妹啊，有需要伊这个爸爸无？伊敢嘛是去接到什么电话？什么倒一间育幼院有一个囡仔，甲伊迄个苏清楚的条件有符合？伊都随从去呀，唔知去耽误着。妈，你个查某囝足好运呢，有人救我，嘛一直陪伫我的身躯边，一直到警察找着我，而且后来爸嘛体态改变啊，伊就是知影伊唔对啊，所以尽力咧弥补啊嘛。这几年来，无论我想要做啥，爸总是头一个支持我，用当年受遐淡薄仔的苦，换来遮个自由甲尊重，我感觉足会好个呢。这着叫做先苦后甘。你吼、哦，阁真够转念嘛吼、哦？那恁妈妈流个目屎嘞，我安尼烦恼甲袂食袂困，即款个灵芝是要甲谁讨啊？我无咧替我想。哦妈，所以我就爱你啊！若是有人敢欺负你，我绝对会帮伊耍。就算爸嘛是同款，杀无赦。想叫我是老虎米的第一号拥护者。你就是这个嘴啦！之前在乡里跟我唱反调吼。嗯，妈，我的妈妈爸当小看，才袂跟我计较，对吧？对吧。嗯，其实吼，你讲的。我嘛有想过，忘掉我老虎咪用一世人所经营的家庭，要哪会当让迄个苏新书记倒来认做鬼宗？我都急起来放弃。我你三兄妹的支持，我啥物通我行？所以妈，你决定要嫁徐文瑶倒来爸的身躯边啊？你爸拢对我点头啊？我敢买当无带，肯定是嘞。虎皮，你愿意让我也当来咱这家啊？我甲恁大嫂准备要吃，你想要吃米线。今日甲妈妈冤起来，拄阿爸倒来啊，当然抓爸起来救火，想怎样才能变好起？虎皮啊，你回答我好不？哎呀，我都还不是有讲啊，你应该有听到啊。对，我答应给你那个。后生倒来咱家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多谢你，多谢你。你愿意接受文雅吗？我真正足欢喜的。我今摆唔知要安怎讲出我心内对你的感谢。古力，多谢，多谢你，多谢。